大家好，我是天使，感谢点一篇进来。那这一次想要替官方宣传，随便啊，反正就是这个活动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就是官方调整的武器的售价，并开放了那个国风的那个武器的购买，只是说购买次数不限，所以假设你有钱的话，你要买国风一整年也是可以的。那基本，然后之后重点是在于是北斗跟曼珠沙华开放金价。然后我现在思考一件问题是，它虽然开放金价，但是它是活动性质，也就是说在6月15号之后会回复原本的售价。对，所以其实可以考虑，如果你金多的话，可以直接买曼珠沙华跟北斗玩一整年之类的，也是可以的。那你一叉封手跟镇店。可是我想要冲青海啊！6月15号做调回售价，然后出了两个机台，这样武器主题集中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最令人注目的东西吧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武器。我们会看到鬼神王国崩，奥义的武器的话7天299，然后他直接给你买7天呢、欸。7天，他没有再给你卖3天。其实真的话是可以买的啦。然后接下来是他改什么？他改了那个镇店，镇店的话也降价了。哦，这看起来很便宜嘞，以前没有那么便宜嘞。封魔收一件，收一件也是很多人的爱武之一，只是我没有卖那个武器。接下来是还有一些特别的缺点，有点难尴尬。一叉，我怎么调一叉价格呀、啊？我也让北斗玩个曼珠的话，哦，10万，不便宜啊。金价是金价，但是好贵啊，25000。你看那其他都是10000，这几多少钱而已。反正就是他即使有金价购买，但是你就可以不用花人民币啦。这种东西一场怪物就可以拿到3天了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好，那近段机台的话就转了机啊，这边光天跟暗天啊，复制机台会没东西啊，哦 bug， 光天跟暗天啊，光暗天那个真红，然后6月15号的时候回复原本售价，反正个人推荐说你真的想要玩北斗或是那个曼珠的话，就是直接给他买包。然后就没了。其实也是啊，那个游戏老游戏不更新了，年初这种活动已经是阿弥陀佛了，已经很棒了，已经是啊，感谢再感谢了。好啦，这影片都先到这里啦。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开 B， 谢谢各位，拜拜。